这里是交通频，请您注意安全行驶。昆古尼尔是一支很奇怪的枪，你应该听过他的传说。在他出手之前，被他锁定的目标就已经死了。师姐还活着，别跟我说晦气的话，来帮忙啊！哥哥，别傻了，把他们锁在一起的是命运呢、啊、那些就是命运的丝线。昆古尼尔在被投出之前，命运就已经把枪头和诺诺连在了一起，即使是奥丁本人也无法改变注定的结果。狗屁！即使你给我四分之一的命，我也没法救他，因为结果已经注定了，昆古尼尔就是那么奇怪的东西。那你跑出来干什么？对于不能改变的结果，能做的只是免。不好好看看他吗？最后的瞬间多么美啊。不不不不不，楚子航的事儿，我找到了些有意思的线索，可你们都不在，我就来找你们了。太扯了吧，你不是尾随我们，这样随便开车乱转就能找到我们？这个就是师兄我的秘密了。太冲动了，冲动是魔鬼啊。对异性有憧憬虽然不是坏事，可你这么做就不厚道了呀。有空还是要和我去去古巴，长长见识。哎呦哎呦，头疼头疼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医院回来睡了一觉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，说到底怎么回事？好吧，其实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。宿命这种事
往往说出来就会变成真的哟。然后我的脑子不知怎么就乱了，计划是错的，师姐你要原谅我。太冲动了，冲动是魔鬼啊。来了婶婶，看我给你露一手。什么情况？你过继到我婶婶家当儿子了？学着点儿，男人嘴不甜怎么会有幸福的童年呢？那个梦就这么可怕？没什么，我自己吓自己而已。去偷偷听听芬格尔跟我婶婶说些什么呢。教教我吧，我从小到大就喜欢吃饺子，可惜我爸妈都不会包，饭店做的又不好吃。不是我说，你们美国就是再好，但这饺子当然还是国内好啊，这不就得了吗？啊，对了，这个荠菜馅饺子的关键呀，就是荠菜。这个荠菜有什么特殊？当然有了。你把荠菜剁下来之前先用水焯一下，然后裹上鸡蛋液。竟然是鸡蛋液，怪不得婶婶的饺子这么鲜嫩可口，入口即化，口齿留香，回味无穷啊。居然是用了鸡蛋液。那是当然了，食材呀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只需要做一点小小的改变，就能收获巨大的变化，简直就像人生一样。不愧是您婶婶，我芬格尔的指路明灯。没有遇到婶婶之前，我好像从没活过一样。饺子熟了，下次再给你讲婶婶我年轻时候的事儿。线索了，你小子一听到楚子航怎么都不叫我师兄了。哼，不过费了点周折，总算让我找到了突破点。什么突破点？一个姓陆的男孩。陆和我同姓？当然不是，是梅花鹿的鹿。他当时是校篮球队的中锋，成绩也好，如果顺利升入高中部，或许能和你竞争一下。我就黑进了初中的校网，发现这小子是和生母继父一起生活。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离了婚，他的继父好像是当地的一个大企业家。这一段确实很相似，但他没有去卡塞尔学院，更没有当上诗心会的会长。因为他在15岁那年出了交通事故，死在了一条高速公路上，不然或许还真有机会。你以为诗心会长是大白菜啊？还有别的？暂时只有这么多了，不过顺着这条情报应该能挖出不少东西。
这里全部都是报纸，楚子航给埋在报纸堆里了。这家图书馆虽然看起来破旧，但是却囊括着城市的历史。假如楚子航真的存在，那么在图书馆说不定能找到相关的线索。今天注定是我情报达人的场子。师兄，你可不要只是夸下海口。根据我刺探到的情报，几年前发生过一件大事，一个陆姓学生和他的父亲在暴风雨中出了车祸，但是事故车辆迈巴赫却在离车祸地点4公里外的农田被发现，犹如从天而降。楚师兄，陆姓学生，他们之间真的有关吗？但生平很像，不是吗？先分头行动，搜索馆内的信息。看这里，我这里找到了其他的报道。不过太八卦，是个添油加醋的版本。等一会儿，这个照片，这个事故现场的迈巴赫，与我梦里的简直一样。明明是叫陆芒的学生，却与陆明飞所说的楚子航高度重合。假如楚子航并不是你的异性，陆天明、陆芒、楚子航、苏小莹，那个陆芒原本是不是不姓陆？你说的没错，陆是他继父的姓氏，他在母亲改嫁前应该不是这个罕见的姓氏。楚子航和陆芒说不定就是一个人，只是由于某种原因，他的生命在15岁那年戛然而止，所以大家失去了对他的记忆。那么陆芒和楚子航其实是同一个人。我不是每次都能救你的。什么情况？这小子该不会想占完便宜就跑吧？等等，先去看看陆明飞。他晕倒了。这就晕倒了？不会是太激动了吧？哎呀，估计是明妃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摸过吧，他
太可怜了。可能没有这么简单，先送他去医院。你醒了。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昨天还在医院里鬼吼鬼叫，今天看起来正常多了吗？在图书馆，你也看到了当时的一切吗？在图书馆找楚子航的线索，你突然跑过来抱了我一下，然后就跑了。你告诉我这是个梦。冲动是魔鬼啊，师弟，我当时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？我什么都没有看见吗？看见什么？你放心，不该看见的师兄都看不见。今天的状况看起来好多了吗？前几天发生的事情还记得吗？怎么又是你？救助病人是我们的天职，尤其是你这种重度妄想症患者，必须更要加以关心。师姐，你别听他的，我真的没病，你看我好好的。看起来是没啥问题，不过咱们还是得再观察观察。嗯，看来陆先生今天的精神状况并没有太大的好转呢。这种躁郁症和幻视并发的情况是最危险的，尽量让他独处观察，有什么事情我和别的医生会通知你们的。你好好休息，昨天在图书馆有些让我在意的事，我会去调查一下。昨天的事师兄除了关键线索，其他的真的不记得哟。你闭嘴。师姐，我真的没事，让我一起去吧。不，别想太多，我们去许久来。连你也不相信我是正常的吗？